蛮直的，蛮直的。我来。等等，给我一个火。好，换你。加油，加油。虽然没有专门学过这个，但是弓箭是需要体力的。我现在也算是羽哲的得力干将了，这是我最擅长的。你干嘛？就是，你这个有点泄气。换你来一发，用力再。哎，拜拜。哎，这个力量肯定要很强，反正就是要射呗。先第一关肯定要射中。是什么？有点远，我去看一下好了。手心刺了一刀，第二唱歌，看他的第一排是一个成语，第二排是一个成语，我们要造的那个成语挂上去的。然后第三个大字形的人跟裤裆，还有第三个图案是什么？那是个礼服。第四个是一个刀，一二三四。哦，不对，还有另外一个要打开。那你们猜我再去射一个吧。我加油加油。虽然距离有点近，但是姿势是帅的。哇，好帅啊。我觉得宇哲哥真的好帅，特别是拉弓箭的那个地方，特别像那种站在那个桥头，像那种白马王子。有。Max up 加9999经验值，杀一只那是什么啊？那第二个一个女孩，那是一口井，她在井边哭，然后有山。我们一个都捡不出来，这个太难了，这个真的太难了，我跟你讲，要了老命了。题目觉得挺有意思，然后也觉得挺新奇的，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解。题目全部出来之后，我感觉不是很好了，我居然一点头绪都没有。我突然想到，我们刚开始的思路有可能是错的。我们老想着成语，但是不一定是成语。哎，我们想到了一下哈，想一想啊，不一定是成语。为什么一定是成语呢？四个字就行了。歌手韩红。歌手韩红。天哪，这真的吗？我开玩笑的，我找一下看有没有啊。我找一下有没有啊。红友。别不真给我猜中了。有韩吗？有韩。啊，真的吗？手呢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第一个没错，咱们脑洞开一点，你不要把它想的是个成语。就是你都能看成韩红啊，厉害厉害，厉害厉害！我突然对佑明刮目相看了。哇，你真的好厉害！我都惊讶了。第二个那么多表情哈，不要想成语。光头的艺人有谁？不会每次都是一人吧？问题是第二个下面骰子全是四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四十，什么是十？啊，十个，一二三四。我想到了，一二三四五，五个光头，对不对？啊。十个骰子，对不对？对。那里有五，也有光，五光十色。我看一眼。五光十色。有五吗？五光十色，没错。
哎，我发现这一关要靠不太正常的方式才能想得出来。我想想第三关，大肯定是个大字，大裤裙戒，这个是开裆裤，婚纱呀。大开杀戒，大开杀戒，啊！对对对，我去找看有没有。哇，没错没错，大开杀戒，好。佑明真的惊讶到我了，我一直以为他只会干体力活，但没想到他脑洞开的时候我都怕了，我的三观都被他刷新了。佑明哥好帅，这脑洞就是乱开，结果没想到还竟然是对的。有了，大开杀戒，大开杀戒 OK。 你看，破此局即可解除不朽城之封印，令时光轮转，生灵复苏，若失败则不朽城涌现，无辜者一乡万劫不复，永久封印。雨哲不在真的是动脑子的活应该交给雨哲的。对，为什么我来谈那个嘛。唐雨哲离开了我们，然后我们碰到了这种文字啊，这种要动脑的啊，都有点头疼。雨哲这一次真的是为了我们大家选择牺牲自己，我很感动，我觉得我不能辜负雨哲，一定要把大家送出最后一关。啊啊啊！一踩就有灯，你看，一踩就一脚一亮。雪长，我发现每踩一个字都会有绿光，把这些字全都踩亮，我们就过关了。但是规律是什么呢？啊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我知道了。哎，我们按照一个句子来踩怎么样？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词。对对对对对对，那我们来踩啊。第一个是斗，斗转星移，在那儿。哪儿啊？星，哪？星移。但是这个这么远啊？啊？哦，亮了，你看斗转星也亮了，移呢？对了。啊、现在对了，你看四个已经亮了，你可以下来了，但是不要踩别的，过来。对，斗转星移，斗转星移，肝胆乾坤。你看，我们现在随便踩一个之后，它是不会亮的。不亮的？哎，不，它会亮。你看，那个就灭掉了。你看，所以不是，你不能错，只要你错了，错了一下，立马全都灭了。来，斗转，把星移踩亮。移花接木行不行啊？移花接木可以，哪儿？移花接好木好木移花接木可以这样哦，成语接龙木是哪个？原来规律就是把所有汉字组成成语并踩亮，我们就能过关了。木已成舟，木已好成舟，舟车劳顿，舟车劳顿可以，顿足失色，色胆包天。啊，快快快，雪月风花，花容失色，花好月圆，花天酒地，地久天长，长生不老，老铁扎心。啊 OK， 那 OK 了。哦，好好，东西来东西来，来来来来，那我可以下来了。可以了可以下了。啊，好累呀，我的天哪。单车欲问边，蜀国过居延，征蓬出汉塞，归雁入胡天。什么意思？哎，会不会是藏头诗啊？单蜀征贵，哎，不对啊。走，我们去往前面看一眼，往前看一眼。哦，好像门那里有机关。哦，你看这里放着三个关于季节、昼夜、时辰的机关，当时我们想的是肯定跟我们手里的线索有关。好，我们先弄清楚它是白天还是晚上吧。长河落日圆嘛，时间应该是白天，对不对？归雁是什么时候啊？归雁是燕子是去过冬了吗？大雁去过春嘛，对不对？春天春归嘛，对呀、啊，春。那这里呢？时辰，你看，
这个落日的时间应该是对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六点嘛，子时十二点，对不对？嗯，十二点、两点、四点、六点。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哦，快快快快！那哦，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。哎，我们好像出来了。在暗夜提到克服心里的害怕，我跟他是同伙，我穿了这个我还怕什么？第一次为团队冲在第一线，第一次甘心接受失败。一直以来我都是在为团队战斗。一二三走，这一次我终于也带领大家走到了最后。我没有辜负我的好兄弟宇哲，他没有白白牺牲。